大家好，我是 Sea to Story 的版主。然后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的地方是这边的海天桥。然后好，然后刚刚那边有一个大风角的福德祠，就在对面，然后可以去拜拜。然后这个桥非常特别，是它是全白色建造的，非常美哦。然后因为它的来这边是有个大风坑的福德祠。然后它这个是一个自行车步道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，然后可以在这边尽情的拍照那样子。看它的景色，就是你看自行车道，然后说你看你在这边拍照根本就不用担心，在这边坐着都没关系。然后非常漂亮的是白色的钢骨架构，然后搭配下面的那个蓝色的栏杆，就非常有海天的感觉。它很像海水上面，然后上面的白色呢就是浪花一样。非常美丽，然后推荐给大家来这边拍照。如果喜欢我的就是影片的话，要持续锁定追踪，会推荐给大家更多更多好看的景点哦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记得订阅 City Story 的频道，才可以看到第一手的消息哦。拜拜。